非常好。哎，你们知道好在哪儿吗？好在喊。对，每一次他都在喊。啊，我觉得这是优秀的运动员应该做的。教练提出一，他能想到三。啊，这个运动员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好吧，下边胯下。好，来准备，开始。要相互沟通啊，相互沟通。事实证明，事实证明，麦克随没有腰。你说昨天穿的男裤子是因为你收钱了？给你们一些机会，过去给你们腰腹，腰腹。该谁该你了？来腰腹，腰腹。不再干扰，不再干扰，正常发球。有了，哦，啊，哎，没事没事。我觉得吧，投完这个球就射功了，好吧？好。有关系。哇、哦！输的要做什么？红色红蓝的这个尊严的战争。哎呀，好，输了。为什么会受伤呢？刚刚教练也有跟我们训话，说其实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的。对，小伤吧。小伤。你知道你刚摔倒的时候，我心里一惊，我就完蛋了，比赛怎么比？那个动作，那个摔的是有点吓人，但还好。我吓死。但不要勉强自己。可以吗？可以，肯定不影响到比赛。不可以。来。